S 七月十九日在网上透露，近日买了一件裤管很宽的飘飘裤，他对干净裤子非常满意，说他时髦到爆，穿着出去逛街还觉得自己拉风极了。没想到却在下一秒发生糗事，走在忠孝东路上，人车鼎沸，结果踩到裤管，当场飞扑，还因此摔伤手脚，让他当场就在原地爆哭，还直呼丢脸死了。性格刚强的大 S 还在文末表示，自己隔天还是选择穿上了同一件裤子，还撂下狠话：我就不信驾驭不了他。不少粉丝看了则纷纷留言表示，哈哈哈，倔强的大 S 美女，想看一下到底是怎样一条。